来到英雄联盟，把他们也算上。敌军还有三十秒，还是九点半吧，明天九点半啊。碾碎他们！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算了，我不过去了，我在这等着。你在伊拉克，你也别给我整个自爆卡车的。全军出击！哦，自爆卡车是利比亚的呀。螃蟹是吧？嗯，走了。啊，他学的 Q， 这两个兵是补不着了。往前走，电风扇转晕。溜了，我平 A 偷 A 你一下，他二弟肯定觉得 E 啊，我们注意走位，跳出来 E 晕走，他学的啥呀？他没放技能啊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学的是什么东西。我还有一瓶药，但他已经没有药了。跳上来，晕锤，干什么呢？学个打吧呢？我还交闪，没想到吧？交闪就交吧。呀，好好补刀啊！这波，好的，回家了。我们可以不回家，截他一波，知道吧？截他一波。哎，锤，重锤，晕住，跳眼走。哎呀，还交闪现！哎，气气他，别，卡一波视野啊！哎。他有一整波兵没吃到啊！撤！哎，可以干，可以干！狗头晕来了，螳螂死，先上螳螂，一晕锤，他没有闪现，致命点炎。这里小驴人呢？我们打工一波没关系啊。队友拿人头了，也不错，上当了。严阵以待，有个兄弟说点盐浪费了，刚才这个点盐为什么要用呢？因为这个点盐我是用来开视野的，为了防止这个螃蟹进草丛没有视野了，我们家人我主动帮他们套了一个点盐。我们五级，他三级，你说他难受不？
跳回来。还有谁？哎，重锤！现在该我了，下回晕得快点，最好是这波兵也能塔下让他吃不着。我们现在是六级，即使我给他换了，我们都是赚的。嗯，升个六，一、二，跳下来重锤，晕住，锤，锤，重锤，死了。先跳眼儿，一R开起来，重锤，锤晕，站小兵堆儿，锤，锤，重锤，锤，好像我敲了一下小兵，是不是？不应该敲小兵啊！看住！哎，勾引他一波。为什么有点烟？哎，为什么有点烟？我靠！我给忘了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杀我升两级，那能是两级吗？那是三级。哎，无所谓了，反正他早晚都得升到六级的。这波点烟我属实是没想到啊，可以控一下兵线，把他们给换上，往前面带点，对面的蓝马上刷。先插个针眼，赶紧去把蓝打了，打完蓝我们回线。严阵以待，你很骚啊，我发现回线不管他，快点，这波兵得收到啊。现在该我了，我本来可以特别优势的卡一波线，知道吗？但是我为了我的队友，我没有这样做。我泪目了，你呢？跳回来重锤，哎，好，一锤锤晕，重锤重锤，致命点烟，跳死，正好他一空了，挺好的。小驴人来了，随便来，插个眼儿，敲刚一波，还骗个大招，哎，晕住走了。真敢放技能啊！他打不过我们啊，他敢放 E， 我们就能杀他。你要干什么？没想到吧？跳上来锤，我走了。你的队伍中一名玩家已经挂机，也许需要该放弃该对局。我不放弃啊！把他们也换上。没完了是吧？那中路塔都没了啊！我告诉你，
别，会掉分的，精神病是吧？投降。两人录了，你俩还能玩了不？没想到我又回来，这小绿人动一下我看看，先把小驴人杀了，飞机，哎呀，这螳螂也来了，怎么三个人呢？我天哪，俩人就算了呗，还杀人，真难呢。那螳螂不来，这波我能双杀。那小绿人像精神病似的，那狗头人吃了五层塔皮，他回去了。你说他是不是有精神病？没事，他俩打不过这狗头。掉下来重锤，锤重锤，还一五啊！现在是12分43秒，可以推啊！你咋回事啊？我点盐为啥没套上啊？严阵一段，真好闪现，走呗，重锤锤锤，晕锤锤，重锤跳晕，啊没有晕，赶紧吸血。威恩咱也不起啊，我还得去打他个蓝。哎，我的鼠标有点不好使啊，感觉呀、啊、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你打吧，我回上路了。我们家现在少个人儿啊，那薅着掉线儿了。我们先把上塔拆了。怎么不出分离者？那分离者没攻速啊。你不能说怎么不出分离者，你如果说怎么不出分离者，那就相当于是啥呢？你就是说这武器大师必须得出分离者。没有什么必须的。你在干嘛？应该能杀，开大招锤重锤，锤晕跳下来锤，差不多。狗头人拆二塔，我们也拆二塔，跳走，重锤锤，跳眼儿，
个，在我空中他掏到我了。有些人可能以为我刚刚这波啊，有点老年人。我为什么老年人了呢？因为我摁了波浪键，你知道吧？我摁了。摁了 Q， 我摁很长时间，但是呢，我波浪剑没摁掉。刚才打螳螂的时候用了，然后我发现不对劲，我又把波浪剑给摁掉了，点不着，你知道吧？我又回来了。下路塔拆了，我们回上路。来人了，快撤！那地图上都没有人了。出招吧！呀，我为啥买了个蟹手，没买三项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小绿人可能还得来，我们先稍微等一下。哎，我摁的三项啊，怎么变成蟹手了？没想到吧？啊？又回来了。哎，再怎么的，他也不应该变成蟹手啊？怎么会呢？这螃蟹复活时间这么快吗？真的，这螃蟹怎么复活时间这么快呀？我杀完一波，他出来一波；我杀完一波，他出来一波。他活得好快呀，这个人。他八级，出招吧，能打死吗？可以，我们继续回上路单带。我就不信了呢，我无限越这个螃蟹的塔，我就卸手了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没想到吧？把蓝打了，对。我们把上路二塔拆了啊，人还挺多，好勾。咱先杀着维恩，跳过来，锤，重锤，重锤，开大招锤，闪现，重锤，跳上来锤。就你叫螳螂是吧？晕锤，锤，重锤。无所谓了，这是我自己也能跳，没关系。先把他上路给他拆了，再把他中路给他拆了，散架了。中路也掉了吧，上路也掉了吧，可以啊，走打大龙去，小龙吧，先把小龙打了。
看有没有红啊，瞅一眼，我估计应该没有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我跳你。帮你看了一下，点到三项边上了。就三项边上也不能，应该买了蟹手啊？点哪去了？点这儿了？这买错装备真的是很致命啊！人是真多呀。我每回一拆塔就这老些人，我又回来了。我先掐他个石头人，装完杯还想跑，应该是投降了吧，掉眼晕投降了，一般这种螳螂交闪现肯定是投降了。